叔叔，哎，俺吃饭了。俺吃饭在厨房里的，俺吃。厨房里面。俺吃。俺吃吗？俺吃回来了。你来了。今天我们准备出发了呀。嗯。那个就是，你行李收拾好没有？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那你去换一下衣服嘛？要不要换衣服？要换一下，把之前我给你买的那个衣服和就是行李箱一起拿着嘛，好吧？好，那你去收拾一下吧。先去收拾吧。嗯，好。等我一下嘛。好的，去吧。阿雄啊，你穿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，以后多穿一点。这次跟我出去会不会舍不得家里面？有点放心不下阿爸。哎，叔叔。哎，阿爸。你在干嘛吧？带药，别说，就在做事务。一个人带一把事儿，我们收拾。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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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还带了什么鸡蛋，还有土豆。把这个拿来，然后叔叔，叔叔，我就给你就是爸爸妈妈吃。我就不要了吧，我就不要了。哎，我带鸡蛋。啊，我真的，我就不要了吧。你们留在家里面吃吧，叔叔。带鸡蛋给你爸爸妈妈吃。叔叔，你带回去。我替我爸爸妈妈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带吃点药，我也发现了更多年，你也会体会吧。嗯，阿全嘛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阿全嘛，舍不得，这样，我舍不得，我舍呢，舍不开你嘛，可我呢，可在。叔叔，阿全嘛有这个父亲，我替阿全嘛骄傲。我真的替阿全嘛开心。也谢谢你，也谢谢你一直这样子鼓励阿全嘛，也一直支持他。你就放心的，放心吧。我他跟我一起出去，我会照顾好他，好吧？你出去要把什么呀？阿琼啊你这什么朋友嘛？阿姨，你不去读嘛？你啥不啊？我希望不是的。协调你什么不去读嘛？你要出门是搞路，但是你不路是你自己家庭问题，你好哦。你要听吗？先把什么关？你要听吗？关一个。你放心吧，放心就是了。这你要听吗？阿姨，你要听吗？家庭问题你要听吗？阿琼啊，我阿姨不放。你别管他，你就是。你要回去，我发现了，你走就说了，别听你小妹的话，别过来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叔叔。待会儿我们车子也晚点了。对，老师小心。好了，阿全嘛也不要难过了，好吧，也不要难过了，好吧，小心一点哈，好吧。再见，叔叔，再见，再见，叔叔，再见。感谢您帮忙的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了，叔叔。你回去了没？你先回去吧。快回去吧，叔叔，再见啊，好。好，再见，叔叔。走吧，快回去，叔叔，快回去了。好，别难过了，阿琼妈。爸爸给我们煮了鸡蛋、土豆，都让我们带在路上吃。走吧。一段情。要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地